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 Tang， 就 Mario Bros 的全民大棒。今天非常临时的，好不好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作者突然公告说，在昨天的深夜，就是今天早上凌晨，以及今天的中午12点，有这个地牢，这是他们周四的感恩节地牢。虽然说到我们这边来说已经是周五了，但是他们国外是周四。OK，whatever。好，那这个地牢呢，它用的是这个新石纪的这个地图，但是主题的话就是不是新石纪，主题是有点像是大杂烩哦，各个动漫都有一些角色这样。那因为事出仓促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些人，也不是随便找一些人，蛮大牌的一些阵容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。右手边的名单这样，找一堆人来一起来打地牢这样。那可以看到这个地牢一开始，很恶心哦。这个最困难的就是应该是第一波，整个地牢最困难应该是第一波，那个减速怪超快这样。那但是人越多越好，如果说只有两三个人、三四个人的话，可能会就比较困难一点点。今天会拍这一个影片，其实主要我思考了很久，本来是不想要拍的。因为就跟上个礼拜那个大妈地牢一样，就是考量到今天影片出来是就是已经晚上了嘛，那地牢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对大家来说好像帮助性质好像不太大，而且大家等一下如果可以看到会发现其实主要我都还是在躺的部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样，那主要就是分享这个打地牢的一个过程。那后来为什么我突然决定要拍了呢？其实跟上礼拜的有关，因为上礼拜的那个大妈地牢我也有录，然后本来要拍，后来想说，上礼拜不是那个影片要出来出影片的时候，地牢已经结束了吗？前面还开始预告的时候就只有周二的时候有而已，然后我想说，那就结束了，好像就没什么好拍的。结果好不好？就在大家这个众生期待之下，在后来的周四以及周日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是在礼拜天的时候还加开一次地牢，所以我想说，哇，那时候大妈地牢拍了没有出来，有点太亏了。那至于这一次会不会还会有加开场次的部分，我想说，这个现在他开在这么死人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开在2点，然后开在中午12点，大家上课平日的中午12点，应该不太有太多人有机会打到。你们赶快去洗作者的版好吗？洗版要求说。也在要求加开亚洲时间，好吧，让他们看这个周末要不要再加开一两场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预先知道这个地牢里面有什么。这样，我觉得这打这个地牢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，这可能是作者他设计上的一些问题，就是他侦测到最远的怪物，就是他侦测到第一个怪物应该是用他离起点的位置最远，就是离起点那个位置路径走最远的来算，所以就变成说。三条不同的路径，我们这张地图是有三条不同的路径，然后汇合之后，然后过这条桥这样。那你看到，你看这边他们在汇合的时候，那就造成一个状况是说，最远的那个大桥头，就是原本新石纪怪物该出的那个地方，那一条路径是最长，所以他们走过来的时候，即使他还没有，他比其他的怪走，他走在其他怪的后面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离起点是最远的，所以我们的塔会自动判定为他是。第一优先攻击的目标，所以在前半段的时候，很常会有看到，就是怎么我明明就是射 first 的，但是他打的时候就不是打最靠近终点的一只，反而是打可能是从最远的地方来的一只怪，先打他这样。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不过人多的话就其实还好啦，就是大家每个人放一座两座塔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我甚至我这边偷懒连升都不升。然后还是跟之前地牢一样嘛，有轰就放轰，有黑屋子放黑屋子，然后有那个鼬就放鼬，然后后期的话再放这个鸣人，基本上过这个地牢算蛮轻松的，鸣人加那个鲁夫哦，然后艾尔文放一放，算是好过的地牢啦。那基本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大家就稍微看一下地牢的过程。然后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因为之前大妈地牢是21波嘛，那这一次的地牢是虽然只有三条路而已，但是只有19波，也就是说，就是钱的部分不会像上次一样那么充裕。如果说你知道后面是有要放鸣人、放佐助之类的，那如果说你像我一样，就是我带的塔基本上都很 cheap， 就是基本上我到15波以后我就财富自由了，就是塔放满了，然后鲁夫什么都升满了，放满8只，基本上就已经 free 了，剩下的就是。
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就是 buff 按好这样。如果说你是想要放出这个鸣人或是佐助的话，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之前大妈的时候，大妈那时候有四条路，所以有四条路的怪，所以你前期经济会做得更好。然后再来是大妈有21波，那这个的话是有19波，所以大家在波数的部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以上大概就是这个地牢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次真的是跟一群人一起打，我就没有去挑战少人数的过法。我上个礼拜是有挑战四人过大妈，好不好？那个是真的是想想都觉得很刺激。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他讲义就不会像之前那样，就是可能在限定你说可能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有奖，这次是只要过关的话都可以拿到这一只这个雷姆。哦，相信有在看动漫的你各位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吧。哦，虽然说对我来说有点陌生，不过我最近很常听到别人在说这部动漫，害我有点想要去看他。那就之后有空的时候再来研究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影片的话，其实本来我是有准备另外一部影片要上的，但是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，好不好，我正在紧急赶工加工的时候，突然作者放出了要有地牢的消息，然后我就晚上就报废了，也不是报废啊，就是很兴奋很期待，然后就是跟大家研究地牢怎么打这样，所以就决定既然地牢有，应该说也是赌一波啦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就是赌一波会不会之后你们去抗议跟作者抗议之后会不会有加开，如果加开的话，那这部影片就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。那本来预定在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要上影片，我们就会挪到下一周，好不好？大家敬请期待。打完之后呢，基本上只要有通关，每个人都有这一只雷姆。那根据目前的情报显示是没有特殊的，就是所有人都是这一只，没有人有可能有 special 的雷姆或是其他特殊角之类的。基本上有通关就是拿这一只，这样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只雷姆。那祝大家感恩节愉快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身边有在玩 Roblox 或玩全明星塔防的朋友。如果你对于这次感恩节地牢出的时间有什么想法或是建议，又或者是说你对于雷姆这只角色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，我老婆不是长这样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是 Tank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